对蟑螂、蚊子的侵袭时，你该怎么应对？拜现代科技之赐，现在你可以从容对付它们，并且轻松地一举消灭它们。害虫无处躲，防虫必杀技。身处于台湾湿热的气候形态下，被蚊虫叮咬的情况可说是司空见惯。但你以为就要这样向蚊虫举白旗，任由它们肆虐吗？或是在季节交替时，又担心可怕的过敏症状找上了你而束手无策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用苦恼喽，因为今天节目将要告诉大家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。事不宜迟，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。防治居家害虫，消灭登革热、病媒蚊，很简单。我们平常就是在门口使用蚊香，门口使用蚊香就能有效地驱离蚊子害虫入侵室内。我们可以在楼梯间或厕所或者是门窗出入口的地方使用蚊香，那蚊子不会侵入室内，就能有效地把蚊子驱离在外。这样一来，是不是觉得远离蚊虫很简单呢？但若是你觉得室内用蚊香不方便，新配方的一体电蚊香提供你另一个方便有效的灭蚊选择。一体电蚊香，两节式碳棒，可以适用各种电蚊香器。两节式的一个碳棒，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各种电蚊香器，不管是这个造型或者是这种造型，都可以适用。那它需要插电，要是说我们要采用不需要插电的，就采用随身风扇电蚊香器。免插电的随身风扇电蚊香，内有高效马达和多叶风扇，可连续旋转480小时，不需要更换电池，走到哪用到哪，可随身携带，也可放在床头，放在客厅，十分方便。随身风扇电蚊香器非常好用，使用非常简便。我们只要把这个药剂往上推，然后打开开关，我们看到灯亮了，就表示这个药剂随着这个风口出来，有效的成分可以把蚊子驱离。那我们要是说把这个电池拿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风扇还在旋转，表示它非常省电跟好用。但若是人在户外，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蚊虫叮咬呢？出门在外我都靠这个，就不怕蚊虫叮咬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新一代的随身风扇电蚊香，可以戴在脚腕、手腕，或者是挂在皮包上面，外形可爱，机体轻巧，有红蓝黑白四种颜色供搭配，时尚又方便，对于时常在户外活动或是上班的人们来说，真是一大福音。哇，看这随身风扇电蚊香一放入，蚊子大军就纷纷掉落，强大的驱蚊力立即见效。但若遇到尘螨蟑螂寄居，该如何是好呢？水蒸式杀螨灭蟑剂有附水管，可以更方便、更贴心、更有效的使用，因为它的一个水管是设计到刚刚好，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。那我们只要按下去，发现就是说它的一个水流下去会跟产品底部的石灰结合，会产生高热，把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挥发出来，挥发的尘螨就能把所有的害虫，包括尘螨、蚊子、苍蝇、跳蚤、蟑螂、蚂蚁，通通消灭。但光是用说的还不足以证明产品的强大威力，我们马上透过实验让您眼见为凭。不一会儿，蟑螂苍蝇就通通歼灭，消灭居家害虫一次搞定。实验证实，定期使用，各种害虫从此远离你。防虫要领很简单，室外用蚊香，室内使用电蚊香，出门携带随身风扇电蚊香，尘螨使用水蒸式杀螨灭蟑剂，内外兼顾，里外加工。最重要的，绝对要选购环保署核发许可证的产品，安全有效很重要。居家环境卫生，才能更健康幸福。